这个早睡早起身体好。我看现在还很多躺在床上。真的真的，看他早起习惯没改变哈，都没有改变。说今天刚说七点半准时开会，大家很多压力。七点半开会，对呀、啊，换个地方开，换那些地方有点倒霉。不是啊，我好奇一件事，问你一个问题好了哈，因为那个我自己哈，就是说跟市长我们有些立场是一样的，比方两岸一定要和平嘛哈，然后民主一定要制衡嘛哈。那可是我现在最近听我们比较红的一句话是赖清德讲说。这次2024的选战哈，它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，它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。我不知道市长怎么看赖清德这句话。啊、不要你不要引诱我讲那话好不好？不会不会，您客观评论就好。那选谁是专制？这就是关键了。对啊，哇，这个哎呦，麦克搞那个口水战，我实在是，对，真的，每次都口水战。好了好了好了。OK， 好了，谢谢，谢谢努力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市长，路过没有错过啊，哎，市长也是光明里的哦。